我们是来救你的，陆家雪。陆家雪，你要是还有一点人性的话，就放我们走。我怎么就没有人性了？他今天走不了。你的罪证在我的手上。什么罪证？汪远给了我约束。 信不信由你。好啊，明日带上你的约书，不归崖顶，等你。 约书呢？把怡宁放了，再去府衙证我清白。约书还你。罗深远，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了？从你踏上这座崖顶开始，就已经是个死人。 已经应该按照约定带来了约书，你就应该按照约定放了我们。用约书换你，只不过是他的一家之言，谁也夺不走你。我之所以将你带来，就是想让你看看你所谓的深爱之人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你是不是愿意？ 为我做任何事，你是我的妹妹，除了放过她，任何事情都可以。我是她的结发妻子，我绝不允许你动她一分一毫。 陆家雪，真正的约束，我已呈交给官家，老夫就是奉官家旨意前来捉拿你归案。所有人听令，若有人抗旨，杀无赦。是。你既然敢拿假的约束给我，就不怕我对怡宁不利吗？陆家雪，不要负隅顽抗。 你再一意孤行，休怪老夫不客气了。陆家雪，你去死吧！ 是想带你走，你刚才坠崖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很痛？你先别说话了。宁愿的不过，只为冲破夜的封锁。
你这样已经足够了，足够了。爱是并肩的漂泊，天涯终会有下落。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虽然被陆家学的手下扣押着，但他们没对我们怎么样。姑娘，我们真是担心死你了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。姑娘，那陆家学真的死了吗？舅舅，我原本想将您的牌位放在您准备的婚房中，但安北侯府已被查抄，程朗只能将您安置于此了。但程朗相信舅舅也想待在这里吧，毕竟这里有您最美好的回忆。您一生叱咤风云，唯独对感情执念太深，希望来世您可以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。万幸的是，依宁这次没有受什么伤，只是受了惊吓。陆家学这小子还算是有人性，没有让依宁替他挡箭。我也让程朗将他的尸首带去安葬了。我和他父亲是故交，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没想到啊。对了，汪远那份约书迟迟不肯交出来，你又是如何拿到的？汪远也知道陆家学指望不上，便趁着我大婚之时将约书送了过来。范管家，有个礼盒却没附上拜帖，实在不知道是哪家送的。公子，我问过白管家了，大婚当日只有这份贺礼送来时是没有附上拜帖的。这王远也算是机关算尽，自作自受了。我已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了，你一定要替我保护好她，不要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岳父放心，小婿定当全心全意待她。